我背叛了我最深爱的人。 眯埋眼先啦，又好。对于呢个世界嚟讲，你系一个普通人，但对于我嚟讲，你系我嘅世界。 关佢事噶，系我做嘅。唔紧要嘅，天主会原谅你嘅。神父了杀，唔关佢事啊，真系唔系我啊。我走咗，唔知佢之后点咧？天主会唔会原谅我？我知道佢点样。